我一直很喜欢老虎，因为我觉得老虎是一个很巨型的猫咪。我家有养猫，然后我很爱很爱猫。孙怡看大猫画展停保育，生怕下一代没得看。爱马仕举办野性与脆弱画展，画家 Robert Dalley 笔下的大猫让爱猫的孙怡忍不住赞叹连连。我觉得很细腻，因为我觉得像比如说这个，我可以想象说他有花了多少的时间 去观察这些动物 的动作，然后他动作的时候他的肌肉是怎么动的。然后我觉得像这个云豹是他脸部的细节跟表情，所以我觉得他捕捉神情的那个很厉害。除了激赏细腻的画工与美丽大猫外，孙怡看展后的最大感想是，拜托不要让这些动物不见。对，因为他们太漂亮了。其实常常会看到一些可能动物因为人类自私的一些需求，所以被捕啊，被杀啊，或是被虐待啊等等。我觉得以后我们的下一代也许老虎他们也只能从影像上面或是书上面看到。对，而且很震撼的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狮子跟老虎不是绝种动物。对，那才是20年前的事情。时尚动新闻，这是个很 sad 的事情。报道。